Hello， 大家好。有些同学在演奏乐器的时候呢，会习惯性的碰到某些音，会将你的左手大拇指打开，例如说升哆这个音。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请大家找到一个硬币。那以 alto saxophone 来说的话，最适合的就是五元硬币的大小。那将它放在这个你左手大拇指应该要放的这个地方。所以你就在整个练习的过程中呢，你都必须要压这个硬币，让它不能掉下来。久而久之就会习惯，就不会再将左手大拇指打开咯。